乌头做鸟听无声，人若行船头白三方命，咱着山近海，后海接海，伊跩来到人若伊讨海为生，若讨海那是一群非常高美个职业，有壳无花才是经商个事。着山后面个做鸟，同家来个查甫，翁仔囝出海个开始，就提心吊胆，趁日祈求老爷保护，翁仔囝平安归来。到头一个河村，伊转为特点。到土海转来个时候，才准备袂到来，就水瓶埔。等这个个埔是沿海路做来河港，听人个河面各家有不同个埔声个特点，有个崩灯，有个崩倒，有个关起来时间唔同。所以啊，学头前了，伊家己就变识别啦。第个埔乡就是家己个准转来咯。应该呾听着鼓声迄个时刻是上天激动个时候，身顶个石头也破崩落来，了妹妹就呾呾扛得轻来去买炮弹，人家总共来和师傅搬海山边，随着社会个发展，即个咯已经仍然听鼓声咯，所以即句俗语个也愈来愈让人提起。